只是需要把红猴救出来，对吧？没错，想要完全破译源代码所传达的信息，红猴对于远古文字的研究必不可少。放心吧，楚公子他早就吩咐我去准备了。我们屠神公会就是以潜入敌方阵营而臭名，声名远扬。而且我们已经找到了起点的基地，并派人秘密潜入进去了。嗯，怎么感觉哪里不对？啊，你派的这个人不会是？上上上，杀杀杀，上上上，杀杀杀。哎，去！谁想我了？既然你如此不识抬举，那我明天就把你的意识永久抹除，把躯体献给主人。屠神，屠神，这里是恨无痕。来休息了，我把免提打开。我已经找到红猴，红猴明日将被处死，请指示。好，我来安排劫狱的事。楚公子，正面劫狱怕是会暴露你的身份，时间上也来不及啊。不用担心，把耳麦给我。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情况紧急，红猴现在只能靠你了，我会派人去接应。这声音听着耳熟啊，难道是？喂，那边那小子，糟了。哎，别走啊，过来帮忙啊啊！把这些抬进实验室，明天就要开始第一批试验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，这么沉？这就是用塔纳托斯新研制的灵魂抹除药剂，听说可以把人的意识抹去，明天就要拿红芒那小子开刀了。哪位叫恨无痕？外面有你的快递啊。是我是我，哥几个，我失陪一下。小伙子，你的快递都在这里了吗？嗯，我们会在外面接应，事成之后我家少爷必有重谢。不到一个小时就是实验时间了，我只要……不等了，现在就开始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什么？提前了？这可怎么办？我是个惜才的人，可惜你三番五次不珍惜我赏的机会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虽然可惜，但是我只能想别的办法破译古文字和源代码了。住手！你谁呀？要干什么？啊，我是主管新提拔的注射专员。啊，对，注射专员。这个药剂需要十分精准的注射，否则将会达不到实验标准。啊？还有这种事？正好省得脏了我的手，搞快点。你是？嘘！很好，药起作用了。不好，他的生命体征正在消失，心肺功能就要停止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药剂应该会只分离意识而保留躯体的正常功能才对。哼，你到底是怎么注射的？说不定他对这种药剂已经产生了过敏反应。过敏？哼，脆弱的人类。大人，红猴的生命体征彻底消失了。可恶！
中毒、受伤、疾病，甚至一个小小的过敏都会置人于死地。我绝不会这样愚蠢地死去。不畏惧任何的挑战，尽管是有人在刁难，技术秀到炼化又撩人，心中被拿下了全款，扣紧玩家的助力，逃避现实，这不是目的，开口埋这个伏笔，装备上我新买的武器。